我们现在比斯特的购物村哦，也就是 Outlet 哈，他们这边的东西都超便宜的，你看人超多的，有没有？后面都是人。而且现在是今天是圣诞档期最后一天哦，就买满600磅哦，还打八折。然后你在那边 VIP 那边拿卡片哦，绑你的信用卡的话，还可以再打9折哦。所以它折数其实它本来就很便宜的，它每一间店的都大概比原先的便宜，3到8折不等吧。然后有一些甚至于到2折哦，可是那东西比较少。然后它只有架上的东西 size 也比较不充足哦，而它的折扣真的很多，现在人真的多到很夸张。我们早上就来，我们今天行程就只有在这里一天，不过现在小文在忙嘛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晚点再见啦。比斯特这个地方呢，真的东西非常的多，也非常的便宜哦，所以要带你的亲朋好友来之前呢，要先跟他讲要有点自制能力，否则就会跟我们一样，从白天晃到了黑夜。不过今天也非常冗长哈，终于到了晚餐时间哈。我们到了剑桥呢，吃了一间泰国料理呢，它的东西还不错吃，也算是价格非常的还 OK 啦。但今天整天让我觉得非常冗长，我觉得今天会造成我以后不喜欢来欧洲的因素之一吧。也就结束啦，虽然内容有点少，但没办法，这就是旅程啊。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就是你不喜欢的行程，但你还是要快乐的走啊。那我们就来期待你第3天的行程吧。